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今天是38女神节，然后跟我妈，来饭店吃火锅了。一本一本，一本一本吧。啊、嗯，能吃。吃别的，菜肉，吃哪点吧？吃饭的。嗯，吃了，吃了。嗯，给的那个不长呢。不长了。嗯，你不吃了呀？你输了。就是下班的也能吃的，就送到免费送一瓶饮料。啊、哦，给他。每个桌都送哪里？是吧？嗯。快点，你吃吧。别不是不拉嘞。你吃吧。给。吃肉吧，把肉吃了。我这是羊肉跟牛肉的。啊。这今天还不得一样的。来，好。周末吃饭。啊，拿回去。在家吃好几个。啊。好几。不，这个要啊，这儿。哦。吃完饭呢，又去商场转了一圈，买了一件衣服，像这种卫衣，下边是收口的，过两天穿着可能也会热，会紧吧，去买了一件宽松的上衣，看一下，比较喜欢这种偏中式一点的衣服，下边呢也比较宽松，月份再大一点可以穿，生完孩子也可以穿。穿着比较宽松舒服，感觉还可以。